单，老师只是想突然间来一个15分钟的卷腹瘦拇指的运动哈，因为其实到现在好多人都还无法抓到这个技巧哈。当然，老师今天也突然间觉得吃太多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瘦拇指，我要瘦拇指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一个很简单哈，不要怪老师没有早一点通知啊，因为现在老师突然间觉得，假如说哎。我想录一个15分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卷腹运动啊，所以如果现在你是刚好时间适合的话呢，马上穿上一个 sport shoe， 换上一个衣服，就可以跟着老师跳了。只是15分钟的卷腹运动 ，Are you ready？ 继续把老师的平台，我的节奏，你会接受，分享出去好不好？可以帮老师这个小小的动作吗？就是。公开地球的分享出去哈，想不到在这个时间可以看到我哈，因为我也是不知道我在什么这个时间突然间的就想做一个卷腹运动。 OK， 好，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老师稍微跟你们讲一下哈，其实卷腹运动是这样的，你的身体首先呢你是站直的哈，但是呢当你要开始的时候呢，你的双脚稍微要有一点小弯曲。OK， 一点点的小弯曲嘛，就是一点点的小弯，它不要不可以直直的，一定要一点点小弯曲。然后呢，卷腹的意思就是我们肚子一进去的时候呢，你的臀部是往内竖进去，然后呢，这个手臂也是往里面弯。OK， 当你放的时候呢，臀部往后面推。在同一个时间，手的也往后面推，明白吗？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姿势，就是卷进来，再把它推去后面，卷进来，再把它推去后面，这样的一个动作呢，你可以收你的腹部 ，OK， 因为你这样一直卷呢、啊，可以收腹部，还可以调你们后面有驼背型的朋友，如果有驼背型的朋友呢？就是这个是 actually 是 two in one， OK， 它可以收你的手臂，可以帮助到你的背后，让它挺直。再来呢，最重要的还可以 firm up 你们的臀部。所以呢，一个简单的一个卷腹运动呢，其实它有针对你多方面的一个帮助哈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。我话不多说，因为有的人可能跳完就要去吃晚餐啦，有的人呢是刚好吃饱饱也不能跳，也无所谓。进一进来支持一下老师，马上开始，刷一排爱心，马上来。这个平台是我的节奏，你会接受。我是李丽。走。
教你们的蝴蝶袖跟读者是一起来的。继续
让我们多一个小的旁边，腰的肌肉运动好不好？消除。Thank you.
Thank you.